哥哥。爷爷。对哥哥，对哥哥。爷爷。刘亮佐2017年与赵小乔结婚，经历相当艰辛的求子过程，终于在去年成功诞下女儿点点宝宝，全家对她都相当呵护。事实上，刘子权一直都很期待有个妹妹，当得知赵小乔怀孕时就很兴奋。有次在受访时被问到感情状况，他坦言现在完全深陷于妹妹魅力之中，更说不敢想象妹妹未来交男友的样子。他也决定当护花使者，保护妹妹不让其他男生靠近。身为妹控的刘子权日前也在脸书分享妹妹第一次喊出哥哥的画面，让他相当开心。爷爷，对哥哥。爷爷，对哥哥。论哥哥哄睡妹妹的方式唱音乐剧。嗯。睡着啦，宝贝呀。